みたい。私は白血病なんでしょ。要するに血液のがんなんでしょ。私はやっぱり白血病でした。じいちゃん悲しんでた。韓国人だから結婚させねえ、そこまで言われてなんで怒らねえんだよ。なあ、なんで怒られんだよ。親父、なんとか言えよ。なんで怒られんだよ。失敗よ。もうやめなさい。死ぬことなんか怖くないよ。ダメなのさ、こうしなさいよ。でもやっぱり行かない。みんな、いい？なんだお前ら。島崎あゆみが死んだんだ。鳩山由紀乃さんです。坊主になって頑張ってくれてるってすごいことだと思いませんか皆さん。友情で駆けつけてくださっている中国大使夫人、私はこういう方こそ真の友だとそう思っておりまして、日本と中国との関係も今日は木戸先生役で出てきてくださっていますから、ぜひもっと良くするためにまさに友情、コスモスのバラードをさらに多くの方にご覧になっ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初心表面ですよりも緊張しましたけれども。这个剧我看了以后，我真的是很给我勇气。我觉得不管有什么困难，我们都克服，一定要克服。那个还是把中日关系搞好，应该两国人民还是应该友好吧，我是这样想。而且这个剧让我比较吃惊的，它里面还谈到了一些，应当说在日本，一般来说不太碰的问题，就是历史问题哈，就是谈到那个韩国，当时被日本人强行带到日本，然后韩国人在日本的一些早就是战争时期吧，应该说的一些悲惨的遭遇啊，这个话题很敏感，一般在日本社会上很少有人直接触及哈。刚才他也很就是很坦诚的就说出来了，所以刚才鸠山前首相他就坐在我旁边，我就跟他说，我说哇，这个话题平常在日本社会上是不太说的哈，因为我说在舞台上有这样的表现，我说我很感动。40多年来哈，两国数不清的人为了这个中日关系付出了这么大的努力，真的就是应该珍惜，我觉得现在有一些人就是不珍惜这个真的很让人心痛。我想这也绝对不是两国广大的这个老百姓哈民众愿意看到的。特别是在中日韩之间都可以说出现了一种病症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你就是说怎么人与人之间是可以相通的，我觉得国家的一些政治问题，一些摩擦问题，我觉得是可以通过一种友情一种方式能够解决的。实际上就是说，我说这种骨髓，这人骨髓的问题的话，其实某种问题某种程度上，其实我觉得比一个岛屿它的意义更大。对，这是我很深的一个感受，因为这个它有更广阔的世界，都是人相通的。现在因为正好在筹备电影节嘛，可能不能胜任，所以我就推掉了，也想通过这个话剧能够表达一下自己这么多年
在日本受到很多日本朋友的关照，也通过这个话剧来感谢大家。剧作家他特别觉得我能够演，作为中国的演员来演这个角色本身就很不容易嘛，他就特意把我这个角色的这一生的名字给改了，从三村里子改成叫吴秀丽。对，咱们国家不是这个就是骨髓库也成立了吗？对，所以也和日本的骨髓库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交流，他们也希望就是以后能够通过这个话剧能够艺术家们之间的交流的同时，骨髓库中日的骨髓库之间也能够互相交流互相帮助吧。对对对，是是是，能更广阔的展开。对对，友情の高まりで解決しようというね、そういうように私には感じられまして、そこは非常に良かったと思っています。日本語も中国語も大変お上手ですから、こういう方が日中の友好のためにこういうお芝居などを通じて頑張っていただければ非常に嬉しいです。